ちゃっきり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求伊的名，在万百姓的中间奉扬伊的所作，就毋以吟诗，毋以唱歌歌乐，但以一切奇妙的所行。即是请咱三甲来纪念十届。第一届，我以我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第二届，毋通为着家己标准偶像，不论天顶地球，当地个最大所有个物，拢毋通做伊个像，毋通敬拜伊，也毋通服侍伊，因为我也有我你个上帝，但愿无因无你别个上帝撇过我。我的我为着你的罪，对你到行到三四代，听我受我改变的，我是我的福音，直到现在第三代。唔通滥丧情谣，我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滥丧情你的名的人，连我的脚无良医罪无罪。第四代，着为你安休的受伊罪刑，万一来应该的我。在你一切的工，各个的七日，就是用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一日日夜，你的囝、查某囝、老母、女婢、前生，以及遍地中间的所有人，一切的工拢毋通做，因为今日来耶和华创造天、地、海，甲迄中间的万物，第七日就是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。第五届，要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和你的儿子，要花你的上帝所赐赐你的礼，得到温暖。第六届，唔通害死人。第七届，唔通惊人民。第八届，唔通偷窃。第九届，唔通做假的感情陷害你的子民。第十届，唔通害你的子民的子。也毋通害你厝边的某、老母、女婢、舅母，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。记得请亲人团客不会订单给我们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。在这所定的日子，青年主日，今仔日你叫我选咱，站伫遮，伫遮服侍你，服劳你，讲你才是咱的话。因为有你，伫服侍过程中，咱看见家己的软弱，咱较看见家己的无够也，总是伫这个时阵，搁较会当学习安怎靠主。学习安怎关怀阿爸认捌主你的人，感谢有你引带咱行正确道路，牵咱的手毋甘光明去。咱知影有你的同在，就是平安的记号，予咱拢无惊吓，无忧愁。主，因为你先爱咱，咱应好教话就会当三听。为着搁较认捌你，咱爱常常祈祷，常常读经，常常伫你的内面披露。亲爱主上帝，咱孝顺你的恩典祝福，求你的圣灵临到台湾，临到彰化，临到每一个人的厝。咱将一切所有交托予万灵的主上帝。咱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，阿门。